王子。爸爸是国王，那诺伊呢？诺伊是王子。对，国王说，世界上最可贵的是一颗有爱的心。王子，你要记住，人要懂得善良，要爱护别人，而且还要努力，不要因为一点点小的挫折就放弃。王子想想说，好的，父亲我记住了，世界上最可贵的是一颗有爱的心。爱的心，爱的心，心，心。喂，那山那儿那鬼你看过没有？我看过呀。我看到你，我就有点伤心，因为我好想你呀。诺伊知道那是那那个，他看过。那是那那个，是17年前去绥宁主演的电影。然后我觉得特别巧，就是说那电影讲的是父子，然后一路上送那个邮件，然后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改变了，互相认识的更多了。然后特别巧，这回第二次再回到这个地方来是。参加《爸爸去哪儿》，也是跟诺伊，就是跟父，就是父子之间的关系的事儿。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挺神奇的。我们这一站会有一个新的嘉宾加入哦。新的爸爸跟新的小朋友，他会跟我们一起玩，那很好，对不对？那你希望这个小朋友是个男的，还是希望他是个女的？男的。为什么呢？男的，男子汉嘛。啊，那女的也好啊。女的胆小鬼。不能这么说。嗯，很好。哎，你不喜欢多一个？妹妹或者姐姐一起玩吗？啊，你喜欢哥哥和弟弟是吧？嗯。那你喜欢什么样的男孩子？就是我这种啊。你这种啊？新的朋友。我怕他们会赢。你怕他们会赢？因为他每天来你。其实怕兵要心理准备，你爸爸现在身体受伤了，所以我们不容易赢。在广州的时候。我就发现说我背已经不舒服了，所以比较麻烦。你要帮我们赢好不好？那我也要去玩吗？当然了。好，拜拜西城。来，诺伊，过来。诺伊，快枪，棒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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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棒。诺伊，咱们先聊好吧。哎呀，三个又贪玩儿。诺伊，等等我，我帮你。Papi， 咱们等会儿 Papi 吧。身体怎么样？来，咱们三牵手。还有，你看那边有水。对呀、啊，好漂亮的水。对。好干净的水，是。你们在结婚吗？对呀，我喜欢他呀。好吧，结婚吗？来，哎，这么的，哎，今天啊，我师哥胡军还在美国，还得一段时间。今天是我刚才听他们讲是那个谁那个过来，你见过吗？你不认识，熟。他来熟也开得起玩笑，我觉得咱们就是稍微的跟他闹一下，震他一下。对，那咱们去监控室。这既然他得配得起开得起玩笑这名字呢，咱就得让他开得起玩笑。进村了，我以为他戴个小墨镜就认不出他来了啊。啊！
之前就说了，我在八月份的时候我要去一趟美国，然后去参加那个 Skirby 机车节，这是一个活动。What do you think of this motorcycle? American! American! Biggest movie star China loves his American V-twin. Are you ready to ride it? He's just like your kid. Is this for dad only?I think that means he wants to ride it!大家好，我叫王宝强，这次我跟我的女儿来参加《爸爸去哪儿》。那女儿说是爸爸的前世情人啊，我觉得感觉有时候挺准的。出生那个看到女儿，就是眼睛一直盯着我，女儿的眼睛里边感觉在看我，看这个世界，感觉好像既熟悉又陌生的那种感觉，好奇。你要喝奶吗？要。要喝。我是超人动物动物，对吧？他是一个活泼可爱的，也是挺有个性的。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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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他几个。对，然后你分开之后，你这边可以先拿这个针随便绑一下，固定一下。好的，妈妈扎好了一个。妈妈给我。给爸爸一次机会吧。这样子，你紧的时候，你可以这样子往前松。好，你轻点。爬的时候，你说让扭一下，它不是就不容易掉吗？这样子，往上爬。好。还满意吗？别拽了，越拽越掉了多。你比较搞不定它。好看吗？那得对自己得有信心。光有信心是不行的吧？这个我也想摆，摆在那里。妈妈，这个小熊我也想要。奶嘴嘴还在吗？在。好嘞。慢走吧。等不及了，单独的带女儿单独出来，我相信我可以搞定的。走。算了算了。
可以搞定的。听他们讲是那个谁，那个王宝强，不是咱们就是稍微的跟沾他一下。对，那咱们去监控室。既然他得配得起、开得起玩笑这名字呢，咱就得让他开得起玩笑。来了啊！都是虚构。的惊奇秘方。嘘。哎，到了哈。好嘞。来了啊！进村了，进村了啊！一会儿你就看到小哥哥和小姐姐了。来了，来了，来了。是是。大家一会儿吃早餐。姐姐呢？姐姐，姐姐马上就过来。来来来，哦，这带着闺女啊。哇，做早餐，是这做什么呢？米粉。啊，米粉。哎，咱们是第一个到的。他以为他戴个小墨镜就认不出他了。宝强，你看有点懵，你看。背影那三个人感觉像要搞破坏似的，你看。然后那我们先转一转吧。啊，你看，你看那燕子，小燕子。动静呢？一会儿会不会出来？看，还得等。动静在哪儿呢？哎，这是什么？哎，啊，你看。动物吗？他还没吃早餐呢，吃完早餐再去找动物，好吧？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现在他心里也慌，你知道吧？我觉得还是 Chris 你先上是比较合适，因为不熟嘛。你得让他坐住，坐下。好，加油。哎呀，爸爸好累啊，下来坐一会儿，好吧？姐姐呢？姐姐马上就过来了。这什么？这是那粉，姐姐烫的。哎，你看那甚至一小姐姐。Hello， 哎 ，Princess， 你看这小姐姐，你看来找你了。嗨。还有，你看。看到那个，你好。What princess are you？ Sleeping Beauty。Sleeping Beauty。Wow。How do you say Sleeping Beauty in Chinese？ 夏天也会演。She's Sleeping Beauty, and you are what? Cinderella. Chris. 啊，你好。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Oh. So beautiful. Are you going to be on the show today? Yeah? Yeah. Oh, cool. Usually we have to, like, play a game or something to get food. They don't just give us food that easily, usually. Yeah. Are you from, where are you from? I live in Taipei, but I'm from Canada. Hey, 小姑娘，教你爸说中文吧。叫你爸说中文吧。叫你爸说中文。说懵了吧。I don't speak Chinese. Yeah, I can understand it. Yeah, if you speak Chinese, I understand. But I can't speak Chinese. She speaks Chinese and English. Yeah. So where are you from? Where are you from? Okay. 好了，你可以吃饭了。Okay. 哎呦喂，你啊，天哪呀！说可以了。哎，你看姐姐，你说。Oh boy！ 你给你小姐姐玩会儿去，好吗？好不好？哇！Hi, how are you? 小哥哥来了。Yeah, good to see you again. Hello, 兄弟。哎，今天怎么了？你先说话。我先说话，你是男子汉好不好？男子汉。你好，你好。伤好点没？还好，好多了，没事。你，我很好。练了没？练什么？我腿都就这样了。你刚讲的什么呀？我都听不懂了。你爸爸讲的是外语是吧？啊，不是。哎，你知道吗？这个叔叔练过的，想不想爸爸和他练练？想看吗？但是他现在受伤了，但是我现在不欺负他。OK， 好，谢谢。你们不吃了吗？他不吃。不吃了。你看，来，陈明轩，他们不吃了。对，你们多吃点。
我他们不吃，我们就把他们的肉，真的不吃啊？要吃的再新的给你弄好，你也不吃。我也不吃，等会儿。你真的不吃吗？我吃，我只有自己吃，千万别客气啊！千万别亏着自己啊！来吧，走。一会儿爸爸做什么哈、啊？你就是这种的，能坚持两分钟吗？那就坚持两分钟，得个。哎，对，可以，一会儿走到那儿，好，现在可以。来，龙一，过来，走。来，有机会练练哈，有机会练练。OK， 好，走。你练武的是吧？练武的是吧？吃饭。哎 ，That's really good. Really good. Wow. You can ask them for the thin one. OK. Really delicious.你要给哥哥多聊聊天就好了，就不难受了。哎 ，Hello，Hello， 你看这哥哥来了，小帅哥。Hello。啊！你看这，又，大红豆。啊！你看这个叔叔怎么了？你看这你变得真好。爸爸行吗？红豆，大红豆。叉叉叉叉叉叉，要叫什么呀？红豆，白豆，红豆，红豆，一桶，一桶，哦哦。见着这叔叔吧，这叔叔可逗了。聊什么？放在那边桌子上。他已经疯了。红豆，红豆，绿豆。哎，好久不见。哎，怎么样？哎，不好意思啊，啊可是你腰好点没有？哎呀，给这个哥，大家一起玩会儿吧，好吧？哎呀，咱坐好了。来，好久不见 ，Eat the medicine。Thank you。最近怎么样？大风大拍照很累哦。Eat the medicine。这段时间一直在拍。所以你要不要加辣的 ？Kind of want this one？ 好，那我这里冷一下，冷一点的给你，好不好？啊，我们不辣。爸爸一会儿在逗你，好不好？我给你逗一逗，好吧？我觉得这几个爸爸太逗了，感觉大家的精神状态不正常，你知道吧？这种状态呢，我也爸有点那个奇怪。Trouble， 哎呀，哎呀，我瞧啊，哎呀，你看这位哥哥，帅哥哥，哎呀，这是咱闺女啊，对呀，闺女，这叔叔好，帅不帅，叔叔？帅啊！拿一个拳击手出来试试。过来，过来，叫宝强叔叔。宝强叔叔好。哎，你好，你叫什么名字啊？大俊。英文名呢？大俊林。啊，大俊林，他我儿子可喜欢你了。是啊，你喜欢叔叔什么？我很大。啊，是你爸爸教你的 吗？我最喜欢打拳。你练什么拳了？我什么拳都没练，我需要人教。需要人教，宝强你给他教一下。叔叔就教你，你去吃饭吧。不，赶紧吃吧，赶紧吃吧。吃吧，来点筷子。你没敢吃吧？还有那个什么、辣椒，到了湖南这儿必须吃辣椒。节目组我告诉你，这会儿中午吃不上饭。是。快！这是我们的热情，必须的。没有问题，你咬一口。哎呀，特别好吃。咬一口，快走。哎，你来。我吃了，你快。让儿子多吃点。你就甭管他。大俊，快喂叔叔，喂叔叔，快喂叔叔。我夹不起来吧？要不然吃不上饭，我们。来，孩子，自己来。哎呦。哎呦，我天！演的最好的是刘烨，没完，他都不懂。尊敬的王宝强先生，非常抱歉，刚才是节目组和各位老爸精心为你们准备的欢迎仪式，现在仪式已经结束了。热烈欢迎您正式加入《爸爸去哪儿》。太能演了，你们真的。哎，黄豆。
我是鱼头，我是鱼头，鱼头啊，王子山。我的爸爸会讲中文。不好意思，没有没有，欢迎你，欢迎你。不好意思啊，太侥幸了，别太逗了你们。欢迎加入啊，欢迎欢迎。所以说这是右脚上的，这个右脚炮弹炸的。没有没有，就是压的吧，就是下来摔下来的。谢谢小鸭爸爸，好，谢谢 ，Thank you。自己介绍一下好不好？叫诺一，诺一，叶诺一好。叫轩轩。啊，轩轩，他比你大两个月哟。宝强，哎，你过来一块吃，让小孩子他们自己玩，好吃哈，很好吃。欢迎收看由成长好伙伴伊利 QQ 星冠名播出的《爸爸去哪儿》，爸爸和孩子们的第五次旅行马上就要开始喽！这一站，他们要去到湖南省绥宁县的大源古苗寨。大源古苗寨有着800多年的历史，村子依山而建，比邻而居，古院落成群，石像纵横交错。你看，热情似火的苗家姑娘小伙儿早就在村口等着了。哎，可是。这些大爷们怎么都端着枪就出来了呢？哎呀，吓死宝宝了！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湖南绥宁县大源古苗寨，欢迎大家，我是村长李瑞。欢迎来到。今天呢，康康还有他的爸爸在美国参加一个摩托车大赛，要明天才到。但是我们的队伍当中来了一对新朋友，让我们再一次欢迎娜娜还有他的爸爸王宝强。谢谢大家，有我们第一次过来多多关照啊！村长多多关照啊！娜娜给大家一个最迷人的笑容，露出牙齿的一杯笑容，加油！好，谢谢。脸红了。那你知道来到爸爸去哪儿第一件要干的事情是什么吗？抢房子。叫选房子不是？叫选房子。但是呢，今天啊。我们有一组家庭就不用选房子了，因为呢，这个爸爸在18年前曾经来到过这片美丽的苗乡，然后呢，献出了他电影史当中的第一次处女作啊。今天我们就给这个人一个机会，让他带着他的宝贝一起去寻找当年他在拍《那山那人那狗》的时候住过的房子。我们就在那山那人那狗啊，我们就在那山那狗。哪个是那狗不是？那个电影是谁拍的？我忘记了那个人的名字了。是刘烨。他的亲儿子啊，刘烨。是李永健。你爸爸就是演的狗。诺一有个问题，我特别好奇，就是当年你爸爸在这儿拍《那山那人那狗》的时候，你在干嘛呀？我在北京啊，我在北京玩啊。那我们今天马上就要开始来选房子了，我们要往每个人身上来贴上机师贴，爸爸们身上贴50张，宝贝身上贴30张，要最快的速度，最快的速度，最快的速度，然后把我们身上的贴纸甩下来，谁甩的最多，谁就可以先来选房子。哦，我有一点神经病，我的身心有病，我，所以我不能，我带这个东西。我不能摔来摔去的。我替老夏，因为我住那个以前拍戏我们那个家嘛。对。然后那我替老夏，正好我也因参与一下，正好他的这个他神经病还挺严重的。神经病很严重。好了，我们的即时贴比赛
现在就要开始了，上我们的祭天，上天，哇，哇，可以的，这能抖下来吗？给你稍微贴松一点，要不然，哎呀，贴个胡子，你看我这大胡子。第十一分钟，来呗。开始。谁是第三名呢？爸爸加油！加油！爸爸加油！小风绿，哎，我还有几个。快跑！我没了，没了。现在已经决出了第三名林永健。哎呀。第四名刘烨，爸爸，爸爸你没事吧？谁删的这个？谁出的主意啊？第一名，哎，哎，孙总，我这算不算举报啊？我才发现这小子身上还有嘞。别动，别动，别动，这腿上。哦，在我们的甩贴纸大赛当中，第四名是我们诚实的轩轩，还有他的爸爸邹市明，耶，很了不起，获得第一名的是。娜娜和王宝强，耶、yeah! ！你是第一名啊，第一名哎，第一名，第一名你来选，厉害、啊，第一次来，厉害，第一次，啊、okay, 哦，那么、哦、太激动了，太激动了，太激动了，太激动了。一般在国际大赛当中赢得第一名的都会哭的，啊，来，我们也要给妹妹鼓励一下，小声啊，鼓励是吧？好，那就按照刚才的顺序，我们要开始选房子。大家看我手上的有几个数字，分别有一、五十、五十啊，还有三百，还有八百。那我们就要根据这个数字来选择。三五十。第一名王宝强，请问你要选择的数字是什么呢？第一次来又得第一名，好有缘吧？那选第一个了，好吧？谢谢，那我们就是第一了，好不好？好的，好。第一，好。第二名林永健来选，五十。五十。这里，好，比较哪一个？八百，八百。好，这个是我们三百，耶！三百是你们的。我要撕。没有没有，只有三百。OK， 三百最好，你看
300，你喜欢的数字。要给大家来公布一下的是，这一间就是那个上边写的50的那一个，好吧？其他的就按照房子的数字去寻找，好不好？为什么这些房子是50？50，因为这个是50年的房龄。哦，然后找800年的。完了，醉了，完了！800年前没有加拿大，你知道吗？800年前就有中国。哦，完了！全世界最老的人比他老8倍。我很怕住在那个房子，我很怕住在那个房子。大家记着啊，中午的午饭自己找老乡去蹭。蹭饭是吧？哎，没错。祝你们蹭饭顺利啊！好嘞。什么叫蹭饭？就是咱也没做，咱也没地儿做，咱就到人老乡那儿去要饭。你看那个房子是不是？我们去看那个房子，可能我们去看它之后，你会觉得还不错。OK， 你要想说，就是跟一个城堡一样，这个地方是老老的，可是可能很棒哦，可能很特别啊。你可能就有这一天可以住在那么老的房子，你很多朋友没有住过，我没有住过那么老的房子过。OK， 哎，把我的手机借了，我把你爷爷加个微信。好吧，老夏，是不是腰不行了？啊！哎呀，这位粪便啊！我看你后边贴着药了，哎呦！我可以看大军的房子吗？你要去看大军的房子，大军的房子在这里，可以去看。去看吧，去看吧，大军的姐姐去看看。好脏啊！终于到了，哇，好棒哦！好棒的床哎！芭比，我们去找我们的房子好不好？好吧。我说要不要大军一起陪你去找房子？好。我们一起去。走，一起去。一起去。我们牵手是不是？好。是怎么找啊？这个，我想问您一下，你知道以前有个电影在这拍的那个。那个有个家是在哪边？就是这边。那走江口城就在这里。那就在这里。哎，你知道那电影？故地重游，情感重，那毕竟是自己人生第一部主演作。爸爸那会儿在这儿工作了快2个月，拍了爸爸的主演的第一个电影，而那里边就讲爸爸跟儿子的，但是你小。你知道以前那个在这儿拍过一个电影，然后它里边有几个场景，您知不知道？就是拍摄用的屋子，您知道都是谁家？这里有一个。哎呀，还是给你吃吧，爸爸。我们还是给你吃吧，我不要这个。请不去请你吗？请你那个拉房拉牛，那是哪人拿走？爸爸，这个还是给你。从这过去那个。爸爸，谢谢你啊。这个还是给你吃吧，我不想吃。也得不领过去吧，你过去。喂，爸爸在跟别人讲话的时候，不要一直打断，这是咱们家里一直在讲的问题，对不对？啊，喂，这不礼貌，这是对父母不尊重，知道吗？啊，走，过来吃，你要吃这个吗？为什么？不是不让你说话，亲爱的，是爸爸跟别人讲话的时候，不要打断爸爸。我们看到的是，哎呦，你看没有？上面写的什么？300。然后进去看。哇！有灯笼哦，外面。哇！哇！哈！吼！你看我们的床哎。哇！你看。快进去。对呀，棒棒，喜不喜欢？喜欢。你看，还有电风扇呢。真的，我们房子真的很漂亮。太棒了，我也觉得很漂亮，因为爸爸小时候也住在这种房子里。
钱。这个房子，哇，它好软呢、啊。快，你来坐。啊，真的很软哎。耶。我晚上就睡这里。对呀、啊，我超喜欢这地方。你看看这是几号？哇，这房子好漂亮啊！这不会就是一号吧？你看跟那房子好不一样，那都是旧房子，这是新房子。哇，哦，我们抽对了，抽了一个公主房。哇，还辣椒，这里还可以晒太阳。哇，好凉快啊！呜、哦，哇，漂亮吧？嗯，嘿嘿嘿。哇，不错，第一次来就选了一个好房子，是不是？咱们运气也太好了。爸爸，夏丽叔叔，看见爸爸了。找着了吗？夏丽叔叔的房间。爸，我看见爸爸了，最古老的房子，终于到了。推门。哇，好特别。爸比，推门。特别。好特别。房子，我们的，哇，是公主的哎！爸爸 ，Papi， 这个房子还挺不错的嘛。是吧？你好，之前有过一个电影叫《那山那人那狗》，是在这边拍过吧？看看里头，我们先进去看看。我们看看有没有床。嗯，是啊。啊，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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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这个就是，对这个，哎，这是爸爸当时那个睡觉那个那张床应该是，对，对就是，我头是冲这边的，谁能想最后？我记得还是想要摘那个门，这个能开吗？这个。哎，谢谢。嗯，哈哈。那你怎么突然变得这么没有礼貌？几岁？他是4岁零10个月，好，很快5岁了。那，好聪明。几岁？好，睡觉啊，睡觉，休息啊。好，谢谢。努一，我想问你，你以为你是谁？大人跟你讲话你就不听？爷爷刚才在这跟你说话，爸爸刚才跟你讲话，我们在讲话的时候，你不是忠心，努一，你不是小皇帝，要求你做的、教育你的，这是必须听，这是你之前都懂了，对不对？然后你知道爸爸最不喜欢你没有礼貌，但你刚才表现的就是没有礼貌。爸爸讲的话你能听到心里吗？能记住吗？好好点头。那你现在休息一下，在这躺一下。我中午不是蹭食吗？我去弄点饭去，我问问这个老乡家有没有。哎，老乡，你们吃饭了没有？我们吃饭了。吃饭了。哎，你们还没吃饭。你们还没吃饭。不，关键是这个小公主和她爸爸没吃饭。哦，小公主跟爸爸没吃饭。Papi， 你想吃点什么？吃什么了？吃什么就搞点啊。就搞什么嘛？家里有什么？面条，现在煮点面条。煮点面条好不好 ，Papi？ 好，然后炸点荷包蛋，好吧？好，煮上它个。我这个嘛。四碗。有我给的嘛。四碗。四碗。好，啊，姐姐，我给他找姐姐。哦，800，你看，你姐姐是住这里吗？哎，就是。Hello。哎，宝强。哎，你那个没蹭到饭吧？还没蹭呢。妈妈你好。大姐啊。我是
再加一个，再加两碗。宝强来了啊，一共六碗，可以吗？啊，这是吃饭的地方是吧？不是蹭饭，咱蹭、啊、蹭饭啊。姐姐，我给他找姐姐。特别要带妹妹去看你的房子。我让那个房东大姐给咱做点面条，我自己可以做，然后炸点荷包蛋。你都在那边，小朋友都在那边去看看，好不好？去吧，去看看。一二三，走。芭比，你抓她的手，让她过去看看。睡觉，好不好？睡觉。抓她手过去看看。对，抓着小妹妹的手，好不好？你怎么了？走，有点害羞。你有点害羞。你不用害羞，他比你更小。姐姐害羞，害羞了。姐姐怎么会害羞？我知道，如果你害羞，你给我手。如果你害羞，你给我手。OK， 然后这个人害羞，然后这个人害羞，我们就靠近一点。害羞，小害羞，害羞，小害羞。OK， 一起。就不害羞了。不用害羞了。一个人站起来。然后站起来，跟他一样站起来，好棒哦！然后站在一起，靠近，然后靠近哦，两个漂亮，一个姐姐，一个妹妹，可是我还是害羞的。你没关系，你害羞的带他去看我们的房子，就好棒哦！小心一点，小心，好，很好，好，让姐姐带你去看啊。要我把你打开吗？好好开心哦！谢谢爷爷给我做的饭，吃的啊！这是个缘分，就那么多年过去了。对。然后再有个爷，就是我特别高兴。十七八年了过来，然后看到你们的身体还这么好，对，然后这个是最重要的，祝你们二老就是长命百岁。嗯，没错。哎，他们在吃饭呢，哇！有没有看到他们在吃饭？哥哥，你们家还有没有多的饭给我们吃？哥哥还有没有？还有啊，能不能给我们吃一点？好啊，走，谢谢你。跟哥哥走，看看。哎呦，他们还没吃完呢。哎，你好，我们也没有吃饭，能不能在家里面吃点饭？可以啊，哇，这里的人好热情，谢谢。哇，还有啤酒啊，但是我们不能喝酒。哇呀，哇，好多菜呀、啊！快点看，快，我们还有好多菜。但是不好意思，他吃鸡蛋过敏。哦，那不好意思。没关系，给他弄点肉吧，吃点肉好不好？我不吃肉，我怕长胖。你现在不够胖吗？那你就光吃饭啊？你就是鸭蛋没关系，就是鸭蛋。哦，这是鸭蛋呐、啊！哦，这他对自己喂的鸭。OK， 好。哦，他对鸡蛋过敏，鸭蛋没事。我们也不吃鸡蛋了。哦。谢谢帮我们弄饭。回去。嗯。好嘞，哎呀。好，太好了，来。哎呀，真是不错，真好吃！吃就到吃，一天全是一个吃货。刘大力啊，你又怎么吃啊？哇，大口，好棒啊你！还饿不？饿了。啊？饱了啊，那爸爸吃了好不好？嗯。快走吧。没有，你吃完饭你要说声谢谢走啊！你这个，我们中国的规矩是，虽然是来蹭饭，但是要聊两句然后再走，不能马上就走，这样太现实了，好吧？啊，那我们聊两句吧哈。你也挺帅的，我们两个都有点卦象，有点帅。好，那我们跟这个叔叔说拜拜，说谢谢了。拜拜，谢谢。那跟哥哥说谢谢。谢谢。
再来玩啊！好好，谢谢了。好，好，拜拜，拜拜，拜拜。啊，吃饱其实我跟我女儿在家都听她的，我在家我也愿意听她的，让我干什么干什么，让我做什么做什么，就是很享受，爸爸很享受女儿来管教父亲。回来了，好玩吗？好玩。家里你家你很 OK 吗？家里 OK， 谢谢。有没有太热？有喝水吗？有。你有喝水吗？你帮家里上来，不然我一下来用力啊，用力。哦，你要用力。好 ，OK。你现在可以了吗？宝贝，我帮你拿。可以吗？嗯。你要饭纸吗？啊？我帮你弄饭纸。好，谢谢。就是运动会，我们的狼队出发。那我不知道 puppy 是什么。什么 puppy 是蝴蝶队 ，butterfly 队。那我要去找姐姐的。走了走了。你看姐姐拉着手，拉着姐姐的手，跟姐姐一起哈，拉着姐姐，哎，就是好朋友，拉拉手。在打架。哎，他们在打架。哇，太凶了！你跟他说不要打架，不要打架。哇，呜呜呜！行了行了，都是好朋友，不要打了啊！不要打，不要打了，不要打了。飞，一个金飞。哎呦，看下去，哎，行了行了行了，差不多够了，够了，够了，可以了。哎，表演结束，表演到此结束，结束啊！你们都很棒，两个人都非常棒啊！不要见，不要见，都很精彩。不要见，好，够了，再见，再见，回家，再见啊！够了，够了，回家，各找各妈，各回各家啊！赶紧赶紧走，走，好了，来好了，走了走了。谢谢。为什么要选这么高的地方？这，好，笑很痛，你知道吗？笑很痛。诺伊，哎呦，两个公主最后的。不能翻啊！看 QQ 星爸爸去哪儿赢取 QQ 星旅游大奖。各位亲爱的朋友，我要先问你们，你们午睡了吗？睡了。我午睡，我午睡半，我午睡半。我午睡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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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午
睡的话呢，就会有精神参加我们的活动哦。好了，接下来我要宣布《爸爸去哪儿》第一届苗乡运动会现在正式开始，掌声！先掌声欢迎一下我们大园村的村民代表，欢迎你们！村长，全是能人啊，能手啊！如果我们大园村村民队赢了，每个人都会有棒棒糖，要不要？要。如果说我们爸爸队要是赢了的话，每个人都有我们最最好吃的苗家的凉粉，想不想吃？想。好，家里大碗，苗在必胜，抱三抱三，父爱如山。耶。那么我们第一个项目要比什么呢？挤凳子。哦，我们在我们苗家还叫什么？机油。挤油，挤油渣子，对，是吧？不是挤油渣子，是挤屁股。我不想挤屁股，我害怕。我也不要挤屁股。大家注意，我们的挤油渣子到底怎么玩呢？哼，要十个人坐在这个长凳子上，五个人一组，谁能够把对方的爸爸全都挤到凳子外面去，谁就可以获得胜利，就可以拿到一分。那接下来呢，我们先让老爸来，好吧？好。那个老夏怎么办？啊，你要不要代替我？哦哟，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夏天这样，因为那个爸爸腰受伤了，所以你要从大家当中来找到一个人代替爸爸比赛，好不好？找一个最壮的，找一个屁股大点的，壮点的。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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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有眼光。我看看你的屁股大不大？哇，好大呀，真的能参观。哇，你的屁屁好大。好了，来，接下来我们请双方运动员入场。啊，你要认真了，不要输，好不好？准备好了吗？好了，好了，好。爸爸加油！预备。请坐到凳子上。靠我了。你想要我赢还是你赢？帕比，你过来这里。帕比，你过来这里，你过来这里好不好？我们这里。你的工作是？帕比，你的脚要推地，你屁股要放那边，你这边而已。要 push， 要推那边，对，一直推地，然后。你那人家参加比赛呢。不参加比赛，你坐一下好吧？一下下。来来来，娜娜你过来这里。听到了，好吗？不要跑。我对你，你要保持这个姿势，不要管我会倒。对，轩轩很棒，活动一下身体，活动一下，很好。对，很好，摇屁股，摇屁股。我有屁股痒痒，对，我去坐一下。对，第二个。然后试一试屁股活动。
流鼻血。啊，就没有就那个我这餐纸，他有点流鼻血了。没事没事，给我看看。来，就如果更好的话，来点纸，流鼻血来点纸，拿点水拍拍他。你会不会赢我吗？不会的，只要努力。对了，你看这姐姐说对，来就这样，带伤再上。接下来我们马上就开始比赛了。刚才老爸们表现得特别棒，你们是不是也可以像爸爸一样棒，对不对？加油啊，孩子们都加油，孩子们都加油。爸比，加油！来，三、二、一，走！一、二、走！二、走！一、二、一、二、走！走！心理准备，你爸爸现在身体受伤了，所以我们不容易赢。你要帮我们赢，好不好？小朋友一直往上去，你要不帮我粘起来，放一点点吃比较凉快。不要不要不要。我先问问一下爸爸队的老爸们，你们的吹功厉害吗？吹牛还可以。那接下来我们要玩下一个游戏是什么呢？你们猜猜看。踢足球。是什么？踢足球。它的名字就叫做吹球。好了，来，那接下来呢？我们这个比赛呢是每一组上两个老爸，但是中途是可以换的。我们比赛的时间一共是15分钟，哪个队进的球多，哪个队就赢了。我们谁先来出战？我先来吧，我先来。来，我来。宝强跟那个世明进来。行，没问题。来，给爸加力，加油。来过来，来给爸加油，好啊，好，马上。哦，就这样是吧？啊，这叫是吧？这叫对吹是吧？哇，你们这头这来，基本上网都给挡了。第一次从这个角度看你们，好奇怪，很像是打地鼠的感觉。我现在打地鼠。